朋友们好，我是阿良。你们知道刚出生的小牛仔有多可爱吗？而且他们出生的第一天就会走路了，很厉害哦。我邻居家的牛生了一个小牛仔，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，带你们去看一下到底有多萌多可爱。瞬间觉得我家的小牛一点都不可爱了，走去看一下。对，就是他，一个出生七天的小朋友，哇，居然还会伸舌头卖萌，太可爱了。这小牛头上没有长角，总觉得好奇怪，像光头一样。哎，挺可爱的，好想带回家呀。还在吐舌头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看他那个舌头。哎，话说我家大牛也太不争气了吧，啥时候也生一个小牛仔出来玩一下，这太可爱了。哎，好想要一个小牛仔。突然就觉得我家的小牛不可爱了，还是刚生出来的小牛仔特别可爱。不过也比较怕生，我家的这个小牛仔不怕我。看见你，你没发现你长得好奇怪？哎，别走啊！来，你走过来看一下你自己，你看一下你长得有多丑。来，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看前面啊，兄，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？你怎么长得这么丑？妈，妈，妈，好久没跟他一起合个影。来，看一下你自己，给你看一下，你好丑啊！哎哎哎，说错了，错了错了。不过还是我家的小牛仔好玩一点，他不怕我。然后邻居家的小牛仔会有点怕生，不好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